圣轩大人，正武门狗胆包天，竟敢闯入圣宗总坛，以属下之见，这是您大显神威将他打垮的好机会。或者属下去启动总坛枢纽处的那个机关，把那些正武盟的异端全埋在这山里。反正只要有对明主的信仰，圣宗就能东山再起，而这些异端一死，以后就没人再敢跟圣宗作对。大人，您看。来了。又是你们！哎，小胡子，你是宗主啊？不错，本座为明主献上最多祭品，得圣轩垂怜，明主认可，已接任圣宗宗主。圣轩大人，这几个小子是正武盟的走狗，几次坏圣宗大事，罪该万死。你就是启魂邪教的主谋，立刻束手就擒。记住我的名字，赢旭威。有所谋求，便要有相应的实力。来，赢旭威不是那个，我相信不可能打得赢吗？感觉打不赢。吓我一跳。哎，来了。哇，能打不赢吗？神。损血吗？六金招，避雷盘。好强！这人太强了，我挡住他，你们先逃。真是自大呢。想跑，本座把门一关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我不想死啊。刚才害死了那么多人，现在就轮到我自己了。七，你先走，去告诉盟主这里的事。我不要你受伤，我不想再像一马河那时那样了。
不愧是昭言呐。贤卿，贤卿，别想逃！刚才那个小胡子放下石门，贤卿在最后时刻把我们扫出门外，可他自己却被关在里边了。我们得救了。金昭，你快逃，这石门也挡不住那人的，我断后。获得一败涂地称号。贤卿，贤卿，石峰，解机关，巨兄，快！再不逃，那个人杀出来，我们真的会死。开门，贤卿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贤卿。圣轩大人，快杀了他呀！为何要救他们？我高兴。若是他们弃你逃走，你也无怨尤？无所谓。无喜无悲，可怕的妖物。可怕？确实，人妖之别，不仅在皮。更在于心。妖类动辄存活千年，其薄情和专情，却非瞬息而逝的人类所能轻易理解。哼，贤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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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吧？无妨。你方才那是做什么？寻死吗？韩将兄千请万托要我悄悄来照看你们一下，你这么说我可会伤心呢。贤卿，我们都打不过那人，下次你和我们一起逃吧。刚才明明可以杀了我，他为什么没动手？这机关通向哪里？应该是通向下面。也不知他就这般离开是有何阴谋。之前我们都不知邪教中还有这等绝世高手，必须马上通知盟主知晓。那我们暂且分开吧，以免我和那位盟主大人见面又多生枝节。你若是趁此机会助阵武盟一臂之力，盟主或许会改变想法。我来可不是为了那些不相干的人。
我们也快走。那是什么？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扁兄，是你们除去宗主了吗？你可是左盟主那儿战况如何？正午盟的人已突入到此处，可见已占了上风，只是邪教负隅顽抗，恐怕还要缠斗一段时间。唉，双方厮杀造成如此多死伤，今日事毕后我也不必再卧底，现在能多救一人便多救一人吧。石峰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除了那个盛轩，别的人都不是很强啊。以前都是轻轻松松就打败邪教了，不会像这样大家杀成一团，到处都有人受伤，有人死，还有我们自己，最危险的也就是在封烟印被邪教围住那次。可是那时我也知道，只要拖过时间就没事了，不像这次已经死了这么多人了，我们也可能会死啊。既然还没死就不要哭哭啼啼，快走。没死又好到哪儿去？徐大哥他们死了，我该怎么面对正午盟的人？菊兄，深呼吸。呼吸，呼吸。好点了吧？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，只是越害怕越失去理智，反而越容易出事。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在呢，怕什么？你不怕吗？怕呀，不过我觉得有比死更让人害怕的东西。啊！哦，是那个人。他们正走向我方攻过来的方向，左盟主他们应该是在那边。师父，哦，快走快走快走。站住！邪教的人故意诓我们来这儿一网打尽。月兄，话不可说死啊。好的，您请。高兄。是是是是，鄙人一定好好鼓舞士气。
事了。秀儿，盟主，你们不是随御少侠由后门突袭吗？事情有变。星月的中了敌人机关，秀女们死伤惨重，他们去偷袭宗主，我们负责引开敌人，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。这如此，我们必须尽快突进抓捕宗主，以免功亏一篑。领主的信徒们，啊，宗主，啊，宗主大人，宗主大人，圣轩大人，圣轩大人，领主的信徒们，无需惊慌害怕，此次危机是领主给我们的考验，凡是虔诚的自然能够飞升，而不信的都将永坠地狱。领主护佑，领主护佑。一群疯子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宗主大人飞升了。啊，宗主大人飞升了。领主护佑。哎，圣轩大人饶命，饶命啊。宗主大人飞升是大喜事啊，他为什么要求饶啊？就是和浪岩阁那个人的情况很像，可是又不完全一样。圣轩大人，宗主他是不是飞升了？飞升？愚蠢！高宗主的灵魂如同你们之前献给明主的人生一般，已化为了明主的耳石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气魂珠！作为明主的虔诚信徒，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被赏赐了气魂珠。其实，那些成为祭品的人类身上，也都植入了气魂珠。只不过他们的珠子，经过司杖施法催使，成熟速度快了十数倍罢了。起魂珠会激发宿主的生命力并将其吸收，宿主自觉身体康健，殊不知自己数十年的生命已在数月间被激发偷取殆尽。起魂珠吸进人类的生命力后，由司诏秘密进献给明主吸食，而你也不过是明主眼中未成熟的耳石罢了。被自身的欲望所驱使，盲目追求飞升，连明主的真相都一无所知，便为这样一个虚无缥缈之物疯狂，把别的生命作为献祭，却不知自己也不过是牺牲之一，无知的可笑。你骗我！我对明主信仰至诚，明主不可能害我。你不是圣轩，你是正午盟的走狗装的假货。对，是假货，假货！你会被明主天罚！天罚！怎么不欢呼？司诏不是告诉你们，化为石像是明主的恩典吗？只要知晓催动的术法，任何人都可以让你们飞升。我不信，
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左盟主，启魂圣宗是我送你的见面礼，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再见，届时还请多关照，告辞。林虚威，你究竟有何阴谋？走。这是解药，我可不是你们的敌人。老大，等我。让你监视保护月经昭和旗，为何却让他们突然闯入宗主厅？嘿嘿，他们是在左冠人开始佯攻后才突入的，当时我担忧总团内情况，所以开了个小差进来看了下。哼，天意。老大，你又何必进来？看见这满地死伤，不过徒增你这医者的烦恼。别落欢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到底演哪一出？他在演什么戏啊？你要吃药，先给大家解毒，解毒。秀儿，没事吧？师父，没事便好。那个盛轩呢？跑了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快，先往出口那撤。怎么了？我们完了！都怪你们，我们都要死在这儿。怎么回事？快说！总坛底层枢纽处有一个自毁机关，一定是有人启动了机关，想跟你们同归于尽。最多一刻钟，这里就会完全坍塌。让大家立刻撤出去。是。一刻钟的时间，太短了。左兄，你们尽力撤退，我去设法关闭机关。师父，金钊，月金钊，兄弟们都死了，你还有脸活着？出口在那边。全部人都关机关了。
你要去哪一关？这有限时间吗？柱子一段了。哇，小咪。再赶我，我立刻自断双腿。秀儿，你罢了。曲小刚，你来看，这柱子可是直通底层。是那里吧？找到机关了吗？这太危险了。金钊，你别去，我去。石峰，让你的熊去。豆包，不行，机关坏了还可以修。居堂主，人命重要。哥，我想成为跟娘亲一样厉害的机关术士。娘，我也想做出豆包那样的机关。还有，我会好好保护豆包的，那是你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。一路上你就贪生气死，可此时不过是让你的机关冒险，又不是让你自己去。我快，我才无垢窥见郑武蒙死伤无数，该是应验在此处了。我不能让豆包坏掉，要不我自己去太危险了。可是在这别动。师父，thank you.
师父，我去拿药。好。他们怎样了？不知道。先清秀，可否借我一样东西？一个害死突袭后门的那些兄弟，一个差点害死所有来不及跑出来的兄弟，呵呵，那俩人果然是一对好朋友啊。是啊，多亏了顾前辈关闭了自毁机关，听说他伤得很严重，不知道怎样了。哼，希望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吧。走了，还有安抚死伤兄弟的家眷，从邪教收缴的那些怪玩意儿也要整理。在看什么？姑叔，你没事啦？有贤卿助我疗伤，又已歇了几日，没大碍了。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居小哥呢？还没起床。是吗？贤卿，这个伤患都起床了，你还赖床？我月小哥，你也来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前辈，我准你拒绝了吗？师方，盟主想问你们，邪教圣宣。文小哥，我有事要同他们说，麻烦你去向左兄说一声，他们稍后再过去。好，走吧。他不在。你要带我们去哪儿？景安城东。那是顾大叔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嘘，
徐夫人，你多保重，以后每月我都会送徐兄弟的心想来。神都没了，哪来的心想？李堂主，我们孤儿寡母，往后的日子虽苦，但我尚可织布劳作，总是可以过活。我家老徐是个粗人，也常干些混账事，可他绝技不会靠着别人的可怜生活，我们也不会。是李某失礼了，这是郑武蒙借给两位的，等徐兄弟的孩子长大之后，需按例偿还，告辞。郑宇，你爹是个好汉，好好照顾你娘。我会的。大嫂，保重。娘，我长大了也要跟爹一样加入郑武盟，当一个大英雄大豪杰。不行。啊，娘。郑云乖，咱们以后念书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咱们不学武了，也不掺和江湖事，你爹要还活着，也一定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以后娶个好媳妇儿，咱们一家子和和美美过日子。娘，娘，我想爹，我要爹，娘。不许转头，此情此景，看入眼内，铭刻于心，一丝一毫都不要忘记。乖乖，郑云，快去趁热把刚才陈叔叔他们送来的鸡汤喝了。你是男子汉，不行哭的。我是男子汉，我要快快长大，给娘帮忙，带爹保护娘。徐启明，你王八蛋，当初成亲时说要跟我白头到老，结果你就这么死了，你个王八蛋，我瞎了眼才会跟了你，王八蛋。走吧。前辈，为什么带我们来看这些？为什么？你说是为什么？之前你们为何一直躲在鸡桥堂内？岳小哥，你告诉我。我害怕。害怕别人说我害死了人，害怕被人责骂，被人鄙视，被人怨恨。我也害怕。现在呢？我还是很害怕。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亲人，有朋友，因为我。
却顾着担心自己，逃避去想他们的事，害了那么多人，却又不敢出去面对这一切。我最该害怕的是这样的自己啊。别哭了。我说别哭了，你聋了？你吼我干嘛？怎么莫名其妙就要打了？莫名其妙就打得你死我活，咱俩真是神经病。是啊，金昭，别跟我说话。刚才打的你很疼吧？对不起，疼，可疼得痛快，心里好像砸破了道墙，敞亮了许多。石峰，走了，我们还有事要跟左盟主说。啊，
最后一点时间了，不留给小秀儿吗？我虽贪万人之生，却只怕一人之死。楠楠那么犟，我真担心她做什么傻事。她也是我的小楠楠，今后拜托你了，贤清。这些年来劳烦你许多，多谢。你多珍重。还有，人海茫茫，难得遇见有缘人，可别错过了。啰嗦。我们去找秀儿吧，她应已发现我偷溜出来了吧，却没有随你一起来，定是又自己偷偷躲起来伤心了。随我来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就到这边结束啊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一会，一定要订阅，也欢迎到我粉丝按赞，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收看了，拜拜。